日本兵库县西宫神社10号举办年度的选福男活动，今年吸引了5000多人加入狂奔赛跑，抢当福男的竞争行列。从大门跑到正殿，前三名民众能够拥有福男头衔，象征好运一整年，还能够获赠一大袋米以及一整桶的日本清酒。 神社大门一开，5000多人蜂拥而入，在神社里拔腿狂奔，抢当第一号福男。日本兵库县西宫神社传承自江户时代以来几百年的传统，每年1月10号都会举行选福男活动，就像台湾的农历春节抢头香。长达230公尺的神社跑道，前三名跑到正殿的民众都能获得福男称号，象征这一整年好运连连。 高高举起一整桶的日本清酒，今年1号福男是当地大学田径部的19岁学生，用飞毛腿抢下福男宝座。三位新科福男高举写着福字和象征丰收的字画，不但可以接受神官祈福，还能获赠一大袋米和一整桶的日本清酒，把满满的福气带回家。记者惠文综合报道。